拍个小视频你就溜达吧。这鸡排的萝卜大，就像咱们拍的前两天的杂志采访。来这儿看，发展好大。这里应该是奥运会当时场馆留下的一些地啊，之后慢慢的成为商业开发、再利用啊，包括一个酒店啊，是一个总问题。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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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过来了，休息。OK。啊。